梁王将太子的信交给了太子，又在太子面前邀功，又在太子面前给严子方和盛楚俊说好话。梁王母亲见陆盈盈瘦了，担心梁王对陆盈盈不好，便让梁王对陆盈盈好一些，还把自己的镯子送给了陆盈盈。傅柔被贬到了掖庭局，还被掖庭局的人给针对，胡内侍领着盛楚穆从一旁经过，盛楚穆看也没看傅柔，傅柔却看着盛楚穆的背影出神，梁王突然找了上来，把欺负傅柔的宫女给赶走了，又将当初从傅柔那抢来的灵丹还给了他，傅柔道了谢。盛楚穆向皇帝汇报最近练兵的情况，皇帝对盛楚穆很满意，又让他不要再躲在大苍山了，让他回到长安禁院训练摆旗。盛楚穆谢恩离开。盛楚穆离开后，皇帝召来了梁王，训斥他怂恿太子让禁军队打取乐，还鞭打了新南公主。皇帝问梁王是不是要把他逐出长安，梁王赶紧求饶，还亲自给皇帝奉茶，皇帝本来已经心软，这时皇帝却闻到了梁王身上的酒味，国丧期间严禁喝酒，皇帝对梁王十分失望，梁王胆战心惊，连连求饶，皇帝开恩，让梁王回府闭门思过，梁王赶紧谢恩，但皇帝警告梁王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让梁王好自为之。梁王回府后十分委屈，觉得太上皇离开后自己就是个受气包，冲着身边人发脾气。盛楚穆见完皇帝，又去找了秦王请安，秦王说最近找不到傅柔，都没法听故事，只能自己看书，盛楚穆说自己看到了傅柔，似乎是被贬到了掖庭局当杂役。中午傅柔在掖庭局吃饭时又被宫女针对，傅柔给生病的宫女小鹿装了一份饭给她送去，又感慨掖庭局人情冷漠，小鹿聊着聊着又请求傅柔以后教自己读书，傅柔也答应了。傅柔回去后发现自己的饭被人吃了，便说自己的碗里刚刚飞了一只蟑螂，把傅柔饭吃了的人恶心地吐了起来，又要教训傅柔。此时秦王赶到给傅柔问好，又要和傅柔一起在掖庭局吃饭，何思赞得知消息，带着许典赞一起来到掖庭局请秦王离开，秦王不想离开，双方僵持不下。傅柔便劝秦王先离开，秦王表示听老师的话，就先离开了。何思赞却对傅柔很不满，故意为难傅柔，让傅柔负责所有宫女的衣服缝补，还让她做宫女的绣鞋，傅柔一一答应。傅柔被派到了清醉阁打扫卫生，皇太孙被安置在清醉阁养病，但皇太孙的奶娘却对皇太孙不管不顾，任由皇太孙哭泣，自己去前厅喝茶。傅柔于心不忍便进去照顾，听到有人要进来便赶紧躲了起来，结果却发现进来的人是要谋杀皇太孙，傅柔赶紧抱着皇太孙逃走，后面的人穷追不舍。傅柔躲进一间屋子，那两人说自己是韩王派来的，只要皇太孙死了，太子必然会被废，劝傅柔和他们一起报复东宫，傅柔宁死不从。千钧一发之际，韦松突然拿着皇后诏令出现，封傅柔为上礼局上宫，傅柔一脸不解，但诏令上确实是皇后亲笔。傅柔反应过来，知道这是皇后对自己的测试，韦松解释了皇后生前的用意，傅柔表示自己会秉公行事，不会偏心。严子方离开东宫后就去了陆云几府上，
陆琪对严子方十分不屑，严子方却说自己是来给陆云几提建议的，陆云几平退下人，严子方说圣国不太平，建议陆云几给皇帝递一个居安思危的折子，陆云几问是不是太子的意思，严子方连忙说这只是自己的建议，与太子无关，陆云几明白此时太子要避嫌，便没有继续问，只是让陆琪送送严子方。陆琪想要对付严子方，陆云几说现在要顾全大局，旧恨就先放在心里。圣国又发生了叛乱，陆云几之前上过折子，皇帝便让陆云几做主帅出征圣国，还指派了杜宁给陆云几为大军督办粮草，但陆云几知道这是皇帝派来监视自己的。杜宁接令后便去了陆云几府上，傅英在后院带孩子时看到了杜宁，赶紧躲了起来。陆琪告诉傅英杜宁被皇帝派来监视陆云几，还说如果杜宁不老实就把杜宁杀了。